as chopsticks, and it look like wolf, and have the, my dog fur. With my father and my mom, the chopsticks.我觉得我算是，因为除了做这个作品，我在家里平时还做一些别的东西。然后学校上课有一种，我们原来三年级有一个就课，然后就是说可以让你就老师收集的那些废材料，你可以自己选，然后拿那个东西给它做成别的东西。 但后来现在这课没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会，因为我这个筷子上材料，也不是像他们俩那种是特买特制的，我这就是现的材料，我就看着这个，我就突然一下就有灵感了，就觉得该怎么做，就知道了。原来我其实原来上次来。 去年来这儿的时候，我是想好了几种方案，但是那种都得那个，就是说得现买东西。后来呢，我又现想了一个，就这个，我觉得这也挺好的，这种方案。所以呢，我觉得那个课对我这个，有挺大的影响，都是自己搜索的这些，原来我们都要扔的东西，不用的东西。 我觉得，你可以就跟自己给自己做，也可以给就是说跟别人合作，但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。要是我们分什么作品，要是我们这个作品肯定是自己在自己的房间做嘛，不能让别人知道你做什么。然后呢，我想别的。 应该是，比如说你那个作品你们就要合作的，你就可以让合作，或者是你找些人帮你忙的那个，也是算这个一起做嘛。因为如果你有的时候自己的能力如果完成不了的话，你就需要别人帮你完成，就别人帮你做一些，然后你自己做一些。如果自己跟自己做，或者自己跟人家做的话，这些结果。 应该是自己做的那些是更就是说符合自己的风格，全部都是自己的内容里面。如果呢是自己跟别人做，可能别人就有，就如果你看自己跟别人做合作，还有两种分类，一种是你跟你的朋友之类的人一起，还有一种是你跟你要就帮你做的那些人。 要帮你做的那些人，可能还是全你这方风格，但是你可能比那种的做的更细一点、精一点、好一点。但是如果你跟朋友做，那肯定里面也有朋友的风格，也有你的朋友风格，所以你们俩这两个结合一下，那就变成一个你们两个中间中等的一种。